然后下面就叫你一些比较入门的一些最简单的。爱投划龙舟，举重冠军吕小军廖辉首次星探体验，看起来容易，划起来难。别看没有肌肉，一划你也抖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举重奥运冠军吕小军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举重队廖辉。这个2月2龙抬头要做什么？应该是划龙舟吧。比赛和训练中纯爷们儿的化身吕小军和廖辉，为什么一来到龙舟现场说话就结巴？舵手这个位置在船上具有很重要的作用性，因为它决定整个船的方向，所以蛮重要的。下面呢就要先叫一下你们，就是、让他去哪就去哪呗，就是。哎，对，想让他去哪他就去哪，整个船就是在你的控制中。出去可以还可以回来。然后下面就叫你一些比较入门的一些最简单的，就是控制它左右方向啊。然后如果这个船，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这个船是在执行过程中，然后有侧风，然后它就会往，如果船头是往右偏的，你得把它给调整。船头往右边偏的时候是拉，然后往左边偏的时候是退。别以为我们开到海里去了，左退右拉，就两个方向，一个左一个右。好，就这样。我们体验一下吧，好吧？好的。第一次当星探的哥俩看样子还有点放不开，看他们接下来的表现吧。光说不练假把式，先是廖辉尝试舵手的位置，刚才在岸上还信心十足，这一上船一掌舵，小美女教练是看不下去了，结果变成了手把手教学。总感觉是，我感觉长这么大第一次坐这样的船，然后这种感觉有点，可能还没有划起来，划起来的话我觉得有点像坐快艇的感觉。廖辉首次试水完毕，该吕小军的了。舵手这个角色可没有看起来那么轻松，他必须控制好龙舟的前进方向，使龙舟按航道前进。在张舵的同时还要注意水面障碍物、水流和风向的变化，保证队员们的安全。在维持一个小时的特训之后，廖辉和吕小军正式开始龙舟 PK 赛。规则是每个人分别掌舵船行50米，时间短的人获胜。前面准备好没？需要你准备发令了。再推一点，再推一点，再推一点，再推。首先是吕小军，廖辉友情出演为小军划桨。龙舟顺利到达终点，用时45秒。